同学好，我们来看这个题目。题目告诉我们，已知sin西塔等于13/5，且 tan 西塔小于零，折 cos 西塔等于多少？tan 西塔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解这个题目呢，我们先从题目给我们的讯息，sin 西塔，由 sin 西塔可以知道 sin 西塔等于 r 分之 y 啊，这个是斜边，这个是对边，等于13/5。我们知道它是大于零。好，我们知道 sin 西塔大于零，各位要联想到它这个西塔是在第几象限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西塔一定要在第一或第二象限角。好，第二个讯息是 tangent 西塔，tangent 西塔小于零，所以由 tangent 西塔小于零可以知道西塔啊要在第二或第四象限角，tangent 西塔才会小于零。取这个交集点，哦，西塔要在第二象限角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，因此我们可以令 r 等于13，y 等于5。好，我们透过这个部分把图画出来，x y 轴，r 等于13，y 等于5，我们可以求得5/13的这个直角三角形的边长比例。所以 x 等于-12就求出来了，那这个 P 点就是在-12跟5的这个位置。那我们 cos 西塔也可以求出来，cos 西塔等于 r 分之 x，所以呢等于负的13/12。tan 西塔等于 x 分之 y，也就是等于负的12/5。好，这两个答案都解出来了，所以这个题目呢主要就是要求你必须要知道。sin 跟 tangent 它们在哪一个象限？哦，只要这个关键解出来了，其他哦都只是代入这个数字就可以解出来了。